OK 吧，虽然说聚焦并不是在我的脚上。揪了一位社五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积了一个阴德，说了一些美话。九点过后有什么特别要做的吗？但是要擦蜡烛，唱生日快乐歌。这个是用来产生火花的，然后这个是就是汽油外泄的概念吗？已知用火，已知有火还不会用火，懂吗？没有已知用火。哎、欸，好像有一点感觉了，啊，真的好可怕哦！但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像都认为我是在演，我就是很困扰，为什么我速度这么慢呢？是来自于我心生畏惧吗？不要怕，按下去就对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它有烟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之前都是这样子点，然后我这边就会烧起来，我就会闻到一点我肉的味道。我现在学聪明了，我现在要拿这个去接火。我现在要拿蜡烛去接火，我没有要让打火机接近蜡烛。你们看，我准备我自己的蛋糕，我买的巧克力蛋糕，上面是生巧克力，下面是 Oreo 巧克力，就是自己生日蛋糕自己买。对啊，当然啊，我才知道。就是我自己才知道我自己想吃什么蛋糕啊，这没什么毛病吧？自己买生日蛋糕没有怎么样，放弃这种环节吧？不会啦，我每一次都有点成功，只是中间过程是确实艰辛了一点。看 IG 以为你7/21生日，不要再被 IG 给骗了，你们不要都觉得 IG 只会取生日相关的，不是、啊、取生日相关的有好有坏啊。7/21是什么意思？因为7/3/21，但是打了7/7/7/21，感觉有点太浓了，所以我舍去了一个七。那为什么不打7/7/14呢？因为我觉得7/7/21比较好听。今天又想买了生日来办可达鸭，不会，可达鸭还没到。告别二字头，靠你个二字头个头啦！我还没删呢、喔。今天我在买蜡烛的时候，那个店员就说一个字5块，我想说再怎么说大家也是花10块啊，一个字5块，我是要买多大，买到3位数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就是我要什么数字，我说我只要一根的，他说那一根的是3块，我说哦好，因为我的蛋糕都很小，所以我如果是买数字的话就太多很难摆，然后又要点2根蜡烛。那个我是不要让自己过不去了，就已经不太会点蜡烛了，我还在那边，我点一个就很有障碍了。我是要先大喊生日快乐，然后我们再还是要先关灯，先关灯好了。我很开心，我是真的很开心这件事情。虽然说过生日是年纪会变大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很棒。感谢大家的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然后再来要迎接我们最困难的环节了。啊，不对，我怎么先把蜡烛插到蛋糕上面了？啊！等一下，小事情，小事情，不是我意外，我点好了。我要成熟稳重，我要把蜡烛点起来。成功！有了有了有了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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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唱歌了要唱歌了，最好是不要给我洗哦！预备，唱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最喜欢跟你们过生日了，过生日就觉得幸福满满。有时候人家都会说，为什么生日要开台，是不是要练财？那、no, 要练财，我平常就会练了，我平常也没有在练。
那为什么生日要开台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庆祝自己可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然后与你们相遇。虽然我们不太能就是 always 都在现实世界见面到啦，但是我觉得能够认识即是缘分。那我要许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呢，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有很多人感觉有点避不耐掉中标这件事情，但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身心愉快，然后注意免疫力，不要让自己真的会成为就是严重的那一方啦。然后希望大家尽可能的都健健康康。那第二个愿望呢，就希望聊天室的大家，然后以及我还有我的亲朋好友也好，希望你们在今年呢都可以迈向自己的梦想一步。每一步都很艰难，但我们不求非常快速的就到了梦想的地方，但我们起码告诉自己有在往梦想的方向前进，并且梦想的路上呢都有着你有着我，这件事情也是很棒的。最后一个愿望，好，我内心许下，好，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我去开个灯，对吧？今年又是又一高差，你们知道我刚刚请我哥拉这件衣服，你知道我拉衣服的时候，我手要拨那个头发吗？在拨我头发的时候，虎太就咬了我这边一口。他真的是咬了我的背背袖一口，很痛，他是直接沿着我的裙摆爬上来就咬了一口，哎、欸，超过分。没有 ，OK 吧？虽然说聚焦并不是在我的脚上，对啊，刚刚其实有点打博马的那种感觉，有感觉到吼？还是我需要撸到这边？但是这一件是真的很难控制，你知道吗？我大腿好像变胖了。哇，真的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酸巧克力很好吃哎。谢谢卡瓦了。真的很难清掉啊！阿文啊，把那个掉了！阿文啊，你要拿来去结婚呐？止不住哎、欸！哦，真的是一直笑。啊、哦！我是这个吃了叫盐，最重点又是太黑了，就是因为太黑了，所以很想笑。哦，不行，我是成熟大人的吼。不可以因为这个笑哦，我直接变嘎狗妹，讲话还会有点漏红，被逗乐了三次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等一下嘛，你知道十三街在哪里吗？那边旁边那个巷子啦，我都在那里混，好不好？去那边报我名字，十三妹，没有人不知道我那条巷子，我照的啦。顽石，好假啦，我是这个吃了叫爷。现在实况都在图奇进行，所以快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还可以进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玩哟。